第36题，如图，一粒 F 等于3公斤重，沿水平方向作用于8公斤重之静止物体，在5秒内，物体沿水平方向移动了10公尺，则此力做了多少的功？1公斤重等于 9.8 牛顿。我们知道做功的方法就是力量乘以位移，所以只有力量有用，位移有用。这一题给了5秒钟没有用，我们没有要算功率，给了8公斤重的静止物体，这也没有用，只有一个施力3公斤重有用，但是要把它换成牛顿，所以要乘以 9.8， 然后我们总共移动了10公尺，所以乘以 10， 所以就3乘以 98， 也就是294焦耳。因此第36题问我们说，则此力做了多少的功，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294焦耳。